好，现在我们来到五 G 加密的其中另外一个宝，就是它的教育。为什么讲它的教育呢？因为很多在五 G 加密的这些华裔的这些学子啊，就算也有很多的这巫医，就是我们的马来友族还有印度友族哈、他们的子女都有送来我们的金星华小，叫做建国学校，我也是我的小学的母校，也是我小学的母校。然后这间学校呢，培育了很多不错的人才，当然。各地的学校都有培育很多的这些优秀的人才。然后建国学校呢，因为它是一个乡村学校，它曾经拿过很多次的这些奖项，学生的表现算是非常的优异。甚至我听过别人告诉我，凡是在小学的一些比赛或者一些活动，只要有建国学生出现，他们都讲惨了惨了，这次建国又要拿很多奖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们今天来访问里面的这些董事和老师，让他们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秘诀，什么样的这个力量，让建国学校能够在这个湘西学校里面呢独霸一筹，表现最好的。亲爱的，心脏砰砰砰砰跳、为什么跳？好紧张哦，现在在跟着布吉甘密的最著名的名校的校长坐在一起，看出两个局了。校长好啊，你好，好开心啊，好像姐姐这样子。好，建国学校，你在这管理方面都做得很好，我知道出了好多好多的人才啊。谢谢。好，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华小，除了我们的华族的孩子送进来，我们还有应该是还有其他的友族孩子送进来。对。那个比例，我们有29位的马来学生，3位的英裔学生，总人数学生的总人数是663位。好，自己去算那个比例吧。我现在很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些友族的孩子，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表现。这里大多数的能够送来的家长，他们马来学生的家庭的背景有好的有中的，也有比较弱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好的，家境好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说要让孩子来参与华小的学生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进来到了建国学校，他们不只是国语跟英语可以。本来就是他们的母语，对，在华语方面也有一些是不错的比如他会去参加华语演讲比赛或者华语的一些书法比赛。有，在校内我们都有进行华文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那么这些学生他们都会参与就是无隔阂的这样子，就参与，就大家都很容易去参与，没有隔阂。 对，那么书法方面呢，我们有马来学生在书法班，我们有请一位书法老师，每一个星期来教2天。那么我们有马来学生在里面学，那么他们是自愿来的，自愿来的，那也不需要付费，因为我们是由家学来负担这些费用。非常好，只要他有兴趣，他就能够来。那我们的华小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什么挑战和难题需要，或者是家长去配合，或者需要热心人士去配合的吗？我从2020年。开始来展销到现在，那么我看到的是家长们很配合，很 support， 非常的支持学校所办的任何活动尤其我们家协呢跟董事在学校方面真的是付出很多，所有的教练啊，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有篮球，有足球，有羽球，有壁球，有书法还有舞蹈班，还有乌克丽丽班，我们有很多的这一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很多，我们都要请教练的。然后这些费用都是由家协来承担。那家协从哪里来的这一些资源？就是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家长乐捐。那么家长在这方面真的是配合到非常非常的好，很愿意的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了。所以在金钱上，在精神上，他们都非常支持建国学校。哇，好幸福的学校！外面听说只要从建国出去的学校的学生很多中学都在抢，是不是真的？应该是吧，因为这边最靠近我们的学校是五 G 甘密国中，另外一间就是培华国中，那么另外一间又是我们的培华独中尤其培华独中的学生来源呢，可以说是
大多数都是来自建国学校啦，嗯，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说建国学校的学生能够到培华读中去。那么这几年的趋势是，我们的学生大多数都会留在本地的培华。嗯，还有一句话就是，出去参赛的话，遇到出去参赛遇到建国华小的学生是不用比了的。这个是外面听到人家说的，这个就要很谦虚一点啦，五百字红啦，啊，暂时性还是红啊，暂时性我觉得还是不错啦，对，因为我们的学生如果是因为东甲县是一个很小的县，只有20间华小，但是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够走出东甲县去跟麻坡的学校比赛的话，或者去全国性比赛的话，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让我们失望了。非常好，校长这句话虽然是很谦虚，不过聪明的人应该听得懂。就是请校长去分享一下你的理念或者你的一些策略，怎么让我们的建国华小可以一直保持着高素质。顺便也对，顺便也是给全国各地一些在搞教育的学校，尤其是华小的校长啊、老师啊，我们一起分享哈，交流对。主要我觉得说董家协跟校友会的配合合作，那么建国学校的董家协跟校友会没得讲的，真的是一条心，在金钱上，在力量上，或者是人事上，各方面他们都做到很好，那么只要校方一开口，在钱财方面都不用操心，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援助，校友会就会跳出来的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样子的形式会减轻一些老师的工作负担，老师的负担。那么希望老师们就是能够全权的很专注的在教学上，那么除了这些，我们还有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家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配合。那么如果在学业上，老师们有去联络家长的，家长都会很感谢，然后我们一起的配合，我们才能够改变学生，就不会发生那种老师去罚学生，然后家长来讨罚的事件，不会。不是说不会，肯定通常可能会有小的事情误会啊之类的，但是家长们通常都会跟老师先沟通，就解决了，就没有来到我这里。那么如果是来到我这里的话呢，我也会去好好的处理。所以这也说明了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是并重的。对。那么在建国学校呢，今年我们有比较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五位老师生产，高生产，两位老师退休，哦，高生产力，其实对我来讲是喜事啦，对对，我喜欢老师生孩子，对，像我们的学生。对对对，我们的可以为国家更增加多一点人，对，这个呢是我是觉得很开心好事来的。那么也很庆幸在老师生产的这一段期间呢，就是说我缺乏老师这段期间呢，我都有人愿意来为我们代课，那么也是本地人比较多，都会精挑细选，对不对？对，是代课老师都有人来自动，对，然后有一部分是教育局有协助啦，那么教育局没有办法协助到这样多的时候，我们又是由家协来付费请老师，非常好，所以今年就有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啦，但是喜事来，我觉得是好事，我觉得是好事，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对对，应该的，对对对。那么师资方面，我们这里的老师我觉得是 number one，真的是 number one， 我的老师都很勤劳，所以名师出高徒，这也很重要哦。你是校友哦？我是校友啊。哦，名师出高徒，我曾经也是名师啊。你是高徒了吧？没有说。除了老师们在教学方面啊，都很勤劳，在课外活动方面也很勤劳。对。那么我们的田径呢，是八连冠，中甲县的八连冠。哇哦！那么田径不是华小而已，我们还参与了国小，就是总共56间华小，跟56间的学校，华小、国小跟应小。哇！那我们已经八连冠了，八。就是我课本也很注重，然后我的运动方面也很注重了。对。这边有外国学生读吗？
只要来自中国、台湾啊，或者香港，这是属于非公民啦，就是说非公民，他的可能母亲是父亲是中国人，或者是母亲是中国人，那么还没有拿到公民的，有我们有都可以接受，有都可以接受，只要他们申请就能够进来，没有问题，非常好。校长对建国华小有一些什么愿景吗？我希望会越来越好咯。那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老师们可以确认孩子们他们的强项到底是什么，不要忽略每任何一位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对对对，要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到底他的兴趣在哪里？找出他最擅长的东西。对，他最擅长的东西，肯定我们能够做得到。对，因材施教。所谓没有笨学生。只有蓝老师，每个人是金子，迟早会发光，对不对？对对对，这个是真的。好，所以我觉得建国会越来越好吧。好，我也坚信。谢谢校长今天的时间，宝贵时间，谢谢您。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万事如意！